喂，秦霄，侬现在辣盖啥地方啊？杨浦区双流四路。哪能勿适宜啊？你知道有全部红星中区的了。哟，接了我嘞。都啥意思啊？军医院门口，阿拉门口军医院。嗯，好。是哪屋里啊？哦，你啥不好啊？试一试。啊，试一试。你呢？你那啥地方？你啥不好？哎呦，嘎松啊！嗯，乖乖，哥。这么是啊？这个胃了。我这里空不定了，对吧？你空不了嘛？也是了，对吧？嗯，是吧？你需要给塞进来的。空不了去就更加接的了。啊，对对。肺炎，伢不切的你。你是要是不是母的吗？哎呦喂，妈妈。你本身呼吸机妈妈不好控，呼吸机蛮好，对吧？空气蛮顺，这两天呼吸机打了不来塞，就呼吸机隔了最高，你觉着气透。妈妈，我们通过询问病史，结合心电图及氧饱和度的检查，诊断病人是一个心衰。我们也是没什么，我天生我需要永远也在做武器，能够发射五个武器。这命怎么苦的？我老是碰到各种雨暴上，跑进抢救室，进抢救室么？进抢救室，哎。哪一位？哦呦，病人的病情非常危重，如果不进行先期治疗，在抬抱以及运送的途中，就可能会发生意外。你们快走了呀！病人没。要准备好，不是，到辰光一道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对，起来，对了，帮我带一个，带一个土呗。起来，好吧，我手绑进去。然而，由于郭老太的超大体重，急救小组只能让家属帮忙一起抬抱。快点，当动手。一、二。哇！哥，能接弟弟，接弟弟。门口来一下，我们骑着过来了。哎呀，快点，阿婆来一下，阿婆。哎，得手我领过来。严重心衰的大体重病人，在搬动过程中，随时都会发生意外。快点！哎呀！哦，哎，你这等着这个，心里头急，您不晓得了呀，他的呼吸在这里顶着。奶奶，一到室外，郭老太的呼吸、心跳都停止，姚明医生组立刻开始心肺复苏抢救。奶奶，现在呼吸在这里顶着。奶奶，阿伯，奶奶，谢谢，阿伯，奶奶，醒醒啊，快听！奶奶，因为当时环境非常闷热，而且老太太的体型又非常大，我们很快出现了一个体力不支。所以就将车上的一个自动心肺复苏机来拿过来，来替代我们。拆给你，推过去。由于情况紧急，急救就在闷热昏暗的室外进行，很多时候急救人员都必须适应各种特殊环境下的抢救工作。顶，大约持续了45分钟，患者一点复苏的迹象也没有，所以我们将患者还是送往医院做最后的尝试。虹口预报信号，病人心跳呼吸没了，插管插好了。
下午来。好。说你话啊！心跳呼吸顶次。你这毛病，辰光老长。好了，就算了。没救回来。就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奶奶走的时候我也没在她身边那时候。小时候不孝顺不懂。等到她出殡的那一天我才看着她哎。以前不懂事就一直在我脑子里有就一直会去想。还有八小时。我感觉已经洪荒之力都用了。超人不能倒。在哪里？小区路一百弄，小区车，好，车子马上来。病人怎么不好？要不起来了，吃也吃不老没力了。没力气对吧？要骑坐下。病人在哪里啊？乖，当心，让我来，家属你们先出来，乖，来家属来，你先出来，到达现场的时候，老先生是半躺在沙发上面的，全身乏力，连说话都比较吃力。家里面的环境极其的恶劣，门窗紧闭，电扇和空调都没有开，然后家里面堆了很多的垃圾。一踏进房间，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在完全无法立足的杂物堆里，躺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。胃口不好啊，老先生，几天了他这样子？胃口大概几天了？胃口好啊。中死了。这个老人，我经过检查以后，已经是一个中暑的一个状况了。我们最快的就是要把他的温度给降下来。我买个馒头呢，一天发了个馒头呀。这就要上手机了，还上手机。你把车啥没干？啥没干？啥没干？老先生，你这样子不行的，你知道吧？好了吗？好了对吧？我给呼吸拿出去了。将呼吸拿。室内啊实在是太小，如果我们需要三个人抬抱他的话，这个监护仪和药箱是根本没有办法再拿出去。在吴昕用完监护之后，我就立马把那个监护仪先搬上车，以便我们以后的抬抱工作。我大概到邻居，我想我老有了些，我一直不看到，没啥一直会坐了搿搭个。对呀，一直躺椅坐辣海个呀。躺椅坐辣海。啊。我伊专门帮我寻开心呀，葛末我就晓得，哪能我有搿两天没看到人了，我辣搿，哎呦，真个。81岁的宋兆科老人，自5年前老伴去世后，一直独居，子女偶尔前来探望。今天是老人的邻居发现情况不妙而拨打的120。出去怎么出？我就是考虑这问题啊。那扇门都开不出来。老先生，你能走啊？能走两步吗？走到门口可以吗？不行啊，没力气了。没力气。我可以把它背出去啊。背怎么背啊？背你等会儿更上不了。那让。让我先探探路。先给你贴片。因为老人家里面堆积了很多的一些垃圾、一些废弃的物品，就因为生怕就是抬抱过程中磕磕碰碰啊，把老人摔下来的一些情况。因为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一个糟糕。我说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啊，你稍微
弄条路出来。电砸掉了。这里有电的吗？拖线板有电的。一九哥也这里也有。多危险啊！当天的室外温度还是很高的，达到了38、39度。但是我们进到这个屋内的时候，我觉得屋内的温度比室外还要高，非常的闷热。最主要的治疗是要把老人尽快的从室内转移出室外。担架不拿好，先往地上先拖出去吧。我是肯定拖也拖不出去啊。肯定拖不出去的，底下的啥子东西？那个人弄不出来。不是不肯出来，搿点点路哪能弄出来？你跑走呀？你讲你跑走呀？到防疫医院去，去看看。你这个样子不行啊！你这个样子，这么热的天，空调也没有，窗也不开。行啊，能大概能站一站。没力气，当时那太。这几天没吃东西呢。立不起来对吧？立都立不起来。没力气的，站。铺了底锅的。地上不好铺，你稍微拎一拎，我把它。家里面的情况，也是非常的乱，也很脏，给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台报空间是很小的，根本就可以说是没有。地上不好铺，你稍微拎一拎，我把它。关键是这地方太小，想搭手都搭不着。走，不行。我来再走，出不出去？走。能出去吗？没事。这个。我要。这一定是后面。来，走。当心啊。走，慢点，那个又要勾住了。走，别往一起。老人他是独居嘛，子女也不去管他，还有一些汗液啊，也很久没有洗过澡，身上这股气味比较大。因为毕竟是需要你一个人去抬抱一个病人，对自己的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。他平时就一个人住啊？对。他这样一个人生活多少年了？5年、5、6年。5年了。已经去世了，他一个人。这样不行，要出问题的。这样子联系一个养老院啊什么也可以啊。现在上海正处于一个老龄化社会，特别是我们的独居老人也在逐步的上升。我们建议的话，还是子女要常去关心一下老人，多去看望一下老人，如果不在身边的话，经常通一个电话，或者是把老人接到自己的家中去住，这样对老人的健康还是有保障的。从杂物堆里抱出的老人被安全送进了医院，医生们能救治他身体的疾病，但是他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呢？一个人在家里面，今天吃了5个小笼，然后血糖是8.2，您晓得吧？人知道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血压102/54啊，尿骚味啊。都是汗。因为老人因为很多天他没有站不动了嘛，小便啊什么都在自己身上面，还有一些味道，然后干净点吧，到后面还要接其他的病人，干净点，对自己也
讲理。全靠他了，全靠你了。谢谢。那你谢我干嘛？谢你啊。哦不，这个是我应该做的。喂，老师中出错了，明天那个新城路三十九弄卡收七尺。好了，应该是往十走。201的什么情况？啥不好了？血压多少？刚才？上次是70，40几。他的手平时就这么样子的啊？这样的，哎。拿那个监护器的那个是。来，小叔，手给打啥么子？医保卡啥么子？侪把打好，打掉病的啥么子？侬跟错，我开车是跟了来的。血压是低。平时他血压多少？平时血压只有170这样。94岁的杨老太因患阿尔兹海默症已失智多年，但看得出来他的子女对他关怀备至。老人用什么药，病情有什么变化，每天的护理细节都非常清楚。医生情况怎么样？就血压还是有点低，氧饱和度到心跳什么都还好。90/48，他血压不是很稳，现在又好了。这个先收掉好了。给他吃过什么药没有啊？他平时就这么一直躺着的，还是睡床上的？要每天要拿他起来坐，让他起来站。这个病人的家里特别的干净，家属还为老人买了很多康复的一些医疗器材，子女把这个老人的房间打造成一个病房的一样。特别的舒适，特别的安静，跟刚才我们接到的病人完全两样。但是他太猛了，要抖的。慢点啊，尽量轻，尽量轻啊。一二四。那跟了我都可以了。第一名在跟我坐一起。哎，阿婆来放松放松，他不懂的。妈，这两手啊，放松啊，他听到我的声音，稍微会松一点。吴昕，预报吧要。那你报一个吧，77/45，血压有点低，氧饱和度正常的啊，你看看。好的。总机听到总机。还好，现在血压上来了，101/54了。他以前生过什么毛病啊？这样生这样。他老年痴呆了，晚期了，他不会说话了，老萎缩了。平时就你们轮流照顾。哎，我们基本上我们两个，20年的老年痴呆。现在基本上就全靠人照顾了。他全靠。医生，他这个小便已经16-17个小时。看看肾功能了哟，看看肾功能是不是好，验个血。差一点都没有小便啊，一点点。少尿的话，有可能肾功能衰竭都有可能的。那这个肾衰的话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蛮讨厌。年纪这么大了，估计也没什么办法了。刚才血压蛮低的，现在都上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腰部，他这个屁股不行，马上要压疮就出来了。先换上。理智性的脉搏了啊。杨老太的子女也已进入古稀之年，20年如一日照顾老年痴呆病人，所要承受的心理、体力和经济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。但是，
这一家人依然苦苦坚持着。怎么没有？阿拉里头弄老娘。我觉得伊老补习。补习了嘛？啊，阿拉跟他谈，那要光眼啊，这些要土啊，那要那样子啊，做出来老欣喜，老欣喜。到老快活，你这你手拍了呀？好呀，搿是应该，搿是阿拉社会应该提倡的，侬讲对伐？养不。就不一样了啊！阿拉前头出来出来一撮一家人家也是，我想侬是天使家，奥利奥出，搿堆得来垃圾是堆得像天一样的，跟哪搿头根本勿好比，没办法比，没啥问题，反正医院也到了，侬反正一眼问题也没，那家些人侪陪到伊，不要吓，不要紧。